最大嘅問題就係時間，因為你一定要將你最熱情、最中意嗰樣嘢咧，就算幾想都要買，因為真係。
戰術都幾緊要。即係我哋天地一個對於即係好似中堂咁，我哋有自己嘅一個方向，永遠都係即係睇住情況，我哋會 keep 住呢個好，即係我哋其實得到好平常心嘅面對，總之要冷靜嗰所有嘢都。所以呢樣嘢 long term 啲嘅 planning， 即係我會話齋，最緊要冷靜。係啊，冷靜就可以做一件好好嘅事出嚟。好，我们时间到啦，我们咧来两位裁判，包括咧正方解释。
呢一個